就是捷克首都最有名的一种小零食、小点心，叫德德里。满足了，满足了妈妈的要求，可以可以。好，你尝一下，这是捷克最有名的，叫 The Dernik， 感觉怎么样？好吃吗？很好吃啊。OK， let's go this way。在捷克首都布拉格老城广场后面的这一块，现在准备去看一家教堂。今天其实外面风很大，但是游人游兴很浓，还在外面烧烤，吃烧烤。这里是古街老巷，到处都是历史的